大家好，阿伯卡巴，你讲咩啊？大家好嘛，马来西亚话，唔到印度咩？你点啊，格斯？你估我唔识啊？唉，OK 啦。喂，你、你今日啊真系做咗冬阴功嘅细佬，有咩啊？冻个水啊！你出嚟做班长，你一间嗰个男主角仲边啊？嗰、那个影视帝边冇噶啦，仲唔冻个水？有乜所谓啊？我哋咁后生，大把机会。咁啊系，咁啊唔系。这个我都苟同的，因为通常呢都是啲后生仔都系企喺度，啲前辈又唔能坐晒喺度啦，吓、坐喺度嗰班前辈心急啲，系啦，今年唔攞，出年都唔知道有冇机会。但系咧，我就关心边个攞女主角多啲。你成日都讲由相机又讲到话你独家消息话翠如系嘛？咁話明係獨家嘛？咁我梗係撐翠如啦。我就唔係喎，其實佢有好多對手喎、有邊個？爆謝啦，陳寶玲啦，冇嚟喎嗰啲。冇嚟，嚟咗都有好多個喎、嚟咗都有，我就睇孫軒，都係好嘅。係嘛？都係好啊。好，梗係好啦。廢話少講。咩？我哋由头到尾一路都冇讲过废话，睇片。获提名最喜爱 TVB 女主角，最后三强包括孙萱、不懂撒娇的女人。冇拍拖，冇结婚，有咩问题？翻自己位做嘢。十五年前嘅事系你欠我，我要你今次还翻俾我。你话过要我管住你。李佳芯踩过界。如果个心真系想试嘅话。为什么要给一些无谓的原则框死自己呢？但我作为法官就是希望可以扶助弱势，而不是做一式一样的裁决。胡定欣同盟，我告诉你，知我不是玩的，是他一手将我训练成为这个杀人武器，所以我真的很想杀掉他。我杀死你个魔鬼。哇，看完了啊，屌啊，记得哈哈，马来西亚 TVB 星光汇聚，最喜爱 TVB 女主角，边个啊？翻埋位做嘢，不转圈。多谢大家，哇！我好耐冇上过台攞奖，真系嘅。我上一次攞主角奖，好似讲咗好多次咁，唔系我攞过一次，系1999年，喺 TVB 香港攞过呢个奖。离开咗公司大概都有5年时间，翻嚟嘅第一套剧系《不懂撒娇的女人》。我好多謝 TVB 頒呢個獎俾我，好多謝你哋個個投票。其實計一計我入行，我諗都入咗25年。我到依家到今日，我仲喺度拍電視劇，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做戲，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係真心，真係真心。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很 enjoy 是整個過程，是個 teamwork， 因為我相信每一套電視劇每一個角色我們拿獎不是因為我們一個人的功勞，是整個 teamwork， 是整個團隊，所以我想借著今天是要多謝我們不懂撒嬌台前幕後所有製作和 management 整個 team， 這個獎是屬於我們全部人的，很多謝你們。也最後我一定要多謝就是我的 fans， 因為他們這麼多年來20多年來很多是對我不離不棄， good times or bad times you've allAlways been standing by m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恭喜曬孫軒，多謝三哥同埋許。